给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，我前两天直播的时候说我给脸红妹妹私信，她不加我，然后我说完之后，哎，加我了，哦，开心。脸红妹妹呀，100多万粉丝呢，巨好看，身材给你们评一下好吧。我跟你们说个最抽象的好吗，老子在上关注了一个妹子，给她发了个私信让她加我，很丢人，给你们看一下吧。啊，对呀，哈哈，加个微信嘛。虽然我的确是个女大学生，但我发的图片不是我，是我用 AI 生成的作品，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。我当时的心情其实是我去你的，但是我高情商，这么牛逼，这个 AI 叫啥，是个软件吗？ PDD 哥你小心被人骗哦。但为什么我这种丢人的事情要分享给你们看呢？那我不是更丢人了吗？